OK， 然后有一个 cafe， 它有 groundnut cake， 每四天一次 ，burger 每六天一次。然后它星期一的时候两个一起有。然后下一次什么时候一起有呢？我就拿四跟六，我找它的 LCM。OK， 这个一起的这种题目呢，其实是 LCM 的题目来的。所以 LCM 的话，我除2，2，3， 然后再除2，1，3。然后再除3，1，1， 所以我的 LCM 会是等于2×2×3等于12。OK， 他星期一的时候就 serve 了嘛，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们有星期一 ，OK， 这个星期一，然后到下一个星期一，所以。下一个星期一的时候他总共用了7天。OK， 然后12+7=5天。然后过后呢我再多5天的话 ,OK, 多5天的情况之下，这个来这边是7天，然后这个来这边多5天的情况之下，它就会变成下个星期6了。OK, 如果你这一个你真的是不确定要怎样找的情况之下，你用手指来算了。OK， 星期二、星期三、星期四、星期五、星期六、星期天、星期一、星期二、星期三、星期四、星期五、星期六。对，你用手指来算的话，你可以算到它是星期六。OK。